你打算怎么还啊？过去就是过去了。小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天还没亮就过来了，想你再睡一会儿，等会儿再叫你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对不起啊，小然，我昨天喝多了，后面有点记不清了。哦，把断片当挡箭牌是吗？没有挡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所以你要怎么谢罪呢？我听那个酒店大堂经理说了，我也知道你昨天在气什么，是我不好，我怕我告诉你了你会误会。给我看这个干什么？那天早上陈飞确实来过我房间，说是要在我房间里点餐，我怎么都赶不走他，后来我就自己出来了。哦，小然，我知道在沪普我们有很多回忆，这当中也有些不开心的回忆。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他，但至少现在和以后，我希望我们俩能好好的，不要被那些不开心的回忆影响了，啊。对了，昨天晚上我们没有真的打起来吧？还是你没下重手？
昨天晚上啊，你就突然对我真情告白，酒后吐真言，说什么喜欢我，超级喜欢我，喜欢我喜欢的不行不行的。那倒像是我说的。那我除了这个表白之外，没有多表达点诚意啊？那现在能不能赏赏脸陪我去吃早饭啊？嗯，我还没洗漱呢。我又不嫌弃你。哎，我说明一下哈，我没有故意偷听啊，我只听到说什么要吃早餐，家里正好有现成的，要不要进来一起吃啊？求之不得。来吧。来，尝尝。啊，这是我妈特意做的解酒。谢阿姨。不客气。听说昨天晚上你让然然去接你了，喝了多少啊？叔叔，下次我会注意的。酒量怎么这么差了？今天晚上过来，我给你透透。透一透，啊！头天喝多了，第二天再喝，酒量就可以得到一个升华。别瞎叫，没瞎叫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小菜啊，你们俩都喜欢吃，我那就做了一些，放在冰箱里，来了以后随时都能吃上啊。谢阿姨，没事啊。你们回去的时候啊，我把笑然也教会了啊。嗯，做这个很麻烦的。你教我吧，我先学会。哎呀，你哪有时间学这个呀？